太福音书二十四章，咱咧对四十五节读到五十一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。自尊是尽忠智慧的罗卜，主人所设立来管伊家内的人，通照时分米粮予因。主人来对着伊安尼行，迄、那个罗卜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要设立伊来管伊一切所有的，读到迄个歹的罗卜，那心内讲。我的主人在眼前，就怕遐个甲伊同做罗卜的，佮甲酒醉三甲饮食，就伫无太平的日，毋知的时，迄、那个罗卜的主人要到，重重刑罚伊，处置伊甲家好的人平等，而且要有欺骗。大家切记，这是赞美，咱要请信华队，因今仔。